不是今年。而且你捕获，我要怎么上红刃？你告诉我。捕获也可以砍啊？可以吗？可以啊。认真哦。是啊。哎，真的哎。我都这样捕捕刃和瓶子的、啊。没了。人来了。没了。大软化、啊，睡了。有没有石头啊？用怕。软了，软了。哎、欸，我闪，好，我死，我躲过，我躲过了。你是躲过我的攻击了，对。灭气瓶。好。会不会在你启程的过程中睡着、啊？有可能。有可能啊。哎、欸，我撑着，你们加油！加油，我就努力了。哎、欸，他自己倒了。干嘛？他在。他干嘛？那个超级连扑。哎，他晃眼。有，我在想办法要抓他。啊。哦，在抓的。哦，注意。好，起飞。尾巴，我来啦。我来软化。下去，还没睡啊？哎、欸，他睡了。哦，我没有知道。啊，我来。好，你来。有。哎、欸，他直接生气了。我已经拍了他，他还是生气了，真的。没关系。你很累，打死了。哎呀，看不到骷髅头这只。可能最近打太少，或者是最近打太少。我回去不爆头。我也要补，我要补的是炮弹。好，我补。开场炸一下真的很爽。来不及。
吧，我来。哦，你来的，我已经上了。先睡，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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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再撞一次。下去打。不是，要撞到那个。哎呀，撞到那個炮台。你把炮台撞坏了啦。反正那个是没在用的，没关系啦。汽油。你讲话不要那么激动啦！先生，怎么了？用嘴巴讲个结果很难吗？我看你没倒啊！我倒了、啊。我刚看你没倒哎、欸。所以以为没有倒就可以讲结果吗？对啊，就是以为没有撞到就不用讲对不起啊，懂吗？哦，关麦了。哎呀，他自摔了。整个石头来。哎呀，你跟着我来。你晕了。啊。我疼呀。睡了，我没石头了。不要。好。你在干嘛？两个人都在传统化。这好奇怪哦！
都没甩到，那那打我啊！我晕了吧？还不晕？那我的本身，奈斯。哎呦，直接扑奈斯！好了，他骷髅了。移动，按错了。有了。尾巴在这。晚上好。赖嘉义，晚安。嚯！没了。啊，碎了。那够不够大、啊？没有够大，为什么？哦，还没叫完啊。啊，没叫完。我、啊、奇怪，一直就觉得捞不到。哎呀，都贴到墙了。没关系，我再追他一次。Oh my god！ 我要成功追到。上，我上吗？都可以、啊。好。好。可以再中。那还可以再一次。谢谢。哦呦！哎呀，上位。
哎，直播直播。是谁啊？战龙吧，我没有记错。看一下图片，对，是战龙。你跑太远了吧？我想说，我那边没了，就来远征。我那只有，战龙出来了，来了，该有个人撞了。哎、欸，没事，还。好，看你准备要睡了啊？没有，我被打出去。哎、欸，这也睡了。哎，我九桃。我有。等一下，打过去啊！哎、欸，靠，有万兔，你过来。啊，我没了。你让我们好丢脸。不是，我想说，我爬上去，他没有醒。没有、啊，然后就按搓了。不是没有，照理说搓上去就醒了啊，怎么会没有？没有，但是还对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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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说节操。哦，
不知道为什么一洗开我就多按了一下就按，我就戳下去了。断了，断了，好快！哇，断好快！他们的血量少吧，毕竟是斗争。要用一下楼下那个吗？用可以啊，看要不要赢下来啊。走啊，走，下一招。啊，我准备飞一个有点远。那按了。在场的其他都想把他剁死你，你觉得呢？对，我有感觉到了。那就抓吧。快死了。都讲骷髅头三个字了。好，还好习惯就好。他不常听我讲话。他也不常听我讲话。他的眼中只有魔物。可以。尾巴。尾巴哦。啊，他们不稀罕，算了啦。什么不稀罕？我挖完了。哼，你挖完了。还好我挖完了。放陷阱的那瞬间，我就冲上去。我的结算画面还是在挖尾巴、啊。哎、欸，一张而已。我八张了。哇，大赢哎、欸，好棒哦！冰结珠。防风准备，手势打的。好吧，巨魔吧，走，巨魔吧。要开谁的？开我的？开你的？开他的？上场交付。上场交付。还有没有人特别缺哪里的素材？你真的不知道。不是哪里的素材啊，是要飞龙种不是吗？是啊，啊，飞龙种都行啊，他要打什么的啊？啊，就顺便刷巨魔啊，还是打完飞龙种就不玩了？嗯，没有吧？不是，还有个壁毒都还没打。对啊，我还有我也有壁毒。对啊，我想说你们偷打、哦。我是偷打的、啊。哦，你不算。就在接壁毒啊，然后看一下有没有壁毒的力战。哇！我现在才发现我有一堆兽龙种。你就可以换气。黑蓝鸟五个奖励，四个人力战。壁毒龙，没有没有，是没有力战，还是完全没有壁毒？没有力战，然后那个好像我的力战壁毒是两人的，所以我没有，我应该有一般的壁毒。壁毒，壁毒，壁毒，我怎么没有壁毒？等魔物，等魔物，我该有的。我还刚删掉一个等魔物，壁毒跟蒙牛，那听起来还行。
还是要壁毒跟红龙。这腿用猛牛好多了，我看了，我应该有。你怎么可能会有？有啊，我有三金两银的。力战的。没有没有力战。那我也有啊。哦，你要力战啊？那就来力战的，那就猛牛啊。还耐斯的。我没有力战的。哦，惊叹号变好多。嗯？欸，狗吗？管理调查任务。我眼睛太大了，调查有啊，可是承接任务却没有。那你哦，第二页哦。叔叔妹。惊叹号地狱，有点。都是力战。谁那边稀稀疏疏是 nice 啊？可能吧。啊，是大概是。这说一下。他会不会厕所又洗手洗五分钟啊？嗯。还敢偷嘴啊？敢啊！偷偷回来，你们两个要好多久？哎，我吗？对啊，马上好，回来了。不然他怎么可能马上按准备？好，看到啊，也不出个声，是的。然后他怎么了吗？如果说我去上厕所啊。然后他就被丢包了，被小动物咬死，被兽场主拍死，啊，被冰彩龙打死，被丢包了，挖矿喽，好冷哦，哎，对耶，会冷耶，这边怎么没有草让我吃啊？双翼小金，打了，哪有什么问题？在场的魔物通通杀了，可以。哎呦，然后打快一点啦，这个。不是啊，那个上厕所包这么回来了没啊？好了。好，哎、欸，全杀哦。这么刺激吗？因为有小金啊。哦，去，哪一个、啊？风飘。没有在任务里的那个。所以先杀谁？杀谁？先杀风飘。好。看不到风飘在哪，所以。那应该也是在那一区啊，是一区。你真的要风飘要15营地啊，往上走。我现在就是在15营地往上走啊。哦。
我只是说我看不到他在地图上哪里。他要么是在那个阴泉，要么就那个高台。哦，足迹。哪一个？我找到了。找到了。来睡觉啊！我看他图案是那个肚子饿，我直接撞啊！他在睡。好、啊，好。两分钟后到。撞一次，没石头哎、欸，好，我去削一个。边有石头，边没有石头，边边有石头。那、啊、其他人呢？我正在抓他。这边，在我这边，我捡过，我分捡。什么事？发生什么事情？什么事情？被吼吓呀、啊！哦，被红了啦。哇，太慢！哎，为什么刚刚我拍不了他、啊？那个，可能是在动作吧。他有时候动作途中不给拍，可是不知道是怎样判断的动作。好、啊，对了吧？再撞一次。住手！住手！我有石头吗？那我来。白痴，按错键，玩到锁定键。哎、欸，还可以再撞一次。是。哎、欸，那是剩你喽。很紧张是不是？压力很大是不是？有！喂，他靠平一个短短的飞行。别想，有感受到。来，我来累积睡眠石啊！我真的不知道捡气弹到底是干嘛、啊，我看不出来它累。累积八。可是我已经把捡气二跟捡气一打完了，我还是没有感受它累。刚睡饱嘛，哪有睡饱就累的、哦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我、啊。江江啊，江江的话我相信啊。祭祀感。Oh my差一点。哎呀！对了，被撞了。他是用飘的哎、欸，这是风飘龙哎，哎可以抓了、欸，好、啊，我的妈的，啊，有，下面位，
下面一位，我补一下状态。学妹安安，我拿个解毒药好了。打谁？打谁都可以啦。嗯，所以先死的问题而已。嗯，不用解毒啦，我换装啊。我还想要试探方。我换啊，我换采集装。哈哈，哎，厉害了。OK， 嗯，来，壁炉交齐，走。嗯嗯嗯，还在下面。抛弃了。哎、欸，蒙牛在这里啊。那就杀蒙牛吧，都遇到了。那我先装了吗？直接装吧。我把壁炉引上来了。睡觉时不准备。睡了，我没有石头。没、欸。我有。你、欸、这边可以踢啊，有个石头了。还可以再撞一次，没了吧？他跑了、啊，他要跑了、啊。好，哦，看到了，啊、看到了，踢爆裂。是什么？爆裂结晶？哦，这是会推雪球的那个。嗯。我想想，怎么一颗圆圆的雪球？嗯。其实刚能撞哎、欸，你这样选择先睡他。是吗？对。刚是红眼。我进去，我刚才进去就红了。没有。